刘诗诗杂志大片释出，短棕高领毛衣搭配精致短靴，身材高挑纤瘦，宽檐帽将西部牛仔风拉满。虽然说刘诗诗已经结婚生子了，但是她现在的人气和热度还是很高的。众所周知，刘诗诗不光是颜值高、身材好，而且更是娱乐圈中出了名的气质女神。她的气质可是与生俱来，别人模仿都模仿不来的。也因为气质好的问题，让刘诗诗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关注。看到刘诗诗如今的模样，这么多年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不管是在颜值上还是在身材上，依旧是年轻漂亮。即便是已经结婚生子，但是看起来刘诗诗的状态也都非常好，每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时候，都让人觉得眼前一亮，美丽动人。看着刘诗诗的这组策划大片，又一次被她的颜值给迷到了。不得不说，刘诗诗保养的也实在是太好了，都已经是当妈的人了，却依旧是少女感爆棚，状态和身材都保养得非常的不错。